Hello， 各位全民制作人，大家好！你为我打 call， 我打 call 给你。今天要来打给这位幸运的全民制作人。哎，自己讲人家幸运，真的是很尴尬。对，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请问是吴药师吗？是啊。对，我的那个药弄好了吗？就是我上次有去看看医生啊。是什么？喂。嘿，是。什么？对。哇，这么直接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嗨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在工作吗？在工作吗？我不下班了。哦。我要给你简介，说到你看没看到？哇，我要从这么多信里面找到你的信。会找到，可是要花比一分半还要更长。但是我那个戏是那个上次你第二次收戏之后我才记得，他说四个月之前才记得，然后那次之后才记得。会，那你也是写？会，我会看，但是我可能要等到节目结束之后，因为我都寄回台湾了，我收到的信全部都寄回去了。对。好。对对对。就是那个，我想一下啊，就是有一点心灵相通的感觉。对。会那个翻微博吗？不会哦，可是会翻心灵，对。如果节目结束之后，一定会，对，一定会跟你们互动，绝对保证。那其实这个你一面，就是尤其是收到你回复什么的，真的是好难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，因为这次我有给你打电话，对。以后，这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那种偏向或什么的，就是有次数多一些，然后让都让我们有机会的看到。好，没问题，绝对 OK。好，没问题。瘦一点好。OK， 那因为时间上面的问题，那你工作之后工作也要加油，然后一样每天开开心心的，对。对，然后。对，然后永远爱你。对，好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那再注意健康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你的支持，我以后也会继续加油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还是要祝各位全民制作人一样，天天开心，然后，就是，对，陈立农，拜拜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